双剑是武术传统双器械之一，是在单剑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。双剑的尺寸比单剑小，其重量也比单剑略轻，剑柄一侧呈扁平状，双剑套路编排合理，动作内容丰富，技法清晰，起伏旋转跳跃连贯流畅，难易适中，可以充分提高身体的灵敏性，增强心肺功能，使人体上下左右内外和谐统一。练习时，习练者左右手各持一剑，通过肢体与器械协调配合，让灵活多变的剑法与柔和舒展的身法完美融合，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。武术界的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的教师，我叫杨慧。传统项目双剑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今天我们将从双剑套路的技术动作、动作规格、技击方法以及其演练的风格特点，全面重点的为大家做一个课程讲解，希望我们一起共同进步。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第三段的内容。下面为大家介绍双剑第三段第一组的动作，先请看示范。第一组的动作也是由三个动作构成，第一个动作叫扣腿横劈剑，注意这个劈剑的时候，这个肩和胸要展开，剑向上45度，力达剑刃。第二个动作是半蹲刺剑，刺剑的时候左手持剑在腰间，右手剑尖向前下方力达剑尖，手臂和剑成一条直线，头保持正直，身体中正。第三个动作是撤步挽花，两手向右提左腿带剑，好，落步眼睛看左前方。第一组动作介绍完毕。第一节动作，扣腿横劈剑，下蹲刺剑，撤步万花剑，接双手带剑，动作重点及难点。横劈剑，剑脊向上，力达剑刃，双手带剑，贴身流畅，上下协调配合。下面介绍双剑第三段第二个组合，先看示范。第二
个组合呢也是由三个动作组成的，我们再看一下。第一个动作呢是扑步穿剑，注意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大腿的腿根要和小腿贴在一起，脚后跟不能拔根离地。第二个动作是回身平展剑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么这个动作要注意，身体向后倾，剑放平，手臂与剑身成一条直线，左臂上举，剑尖向上，这个呢力打我们的剑刃啊，注意前脚是虚的，后脚是实的，重心在后腿上。第三个动作转身云剑，回身下截剑，注意在下截剑的时候，这个腿的高度啊要提过腰，这个剑呢是45度，剑尖向下啊，力达剑刃。第二组动作为大家介绍完毕。第二节动作，扑步穿剑，上步刺剑，回身平展剑，转身云剑，回身下展剑。动作重点及难点，扑步下势到位，与穿剑动作连贯，一气呵成。平展剑力达剑刃，剑身与手臂平行，一条直线。下面介绍双剑第三段第三组动作，先看示范。在做第一个动作要注意，刺剑的时候这个剑与尖是成一条线的，力达剑尖。三个刺剑结束了以后，平展剑的时候手臂的高度啊要注意与肩同高，那么撩腿的高度腿不要低于腰。那么第三个动作云剑的时候要贴身，撩剑向上，撩剑的时候注意，撩剑的时候这个背腿脚后跟要和臀部是平行的，两只手向上举的时候剑尖向上。下面是弓步架剑，弓步架剑的时候这个手肘关节要伸直，前手放平。那么我们的第三段的第三组动作就介绍完毕了。第三节动作，刺剑接平展剑翻腰，双手右云剑上撩接展剑背腿，弓步架剑。动作重点及难点，翻腰展剑是剑身平举与肩同高，展剑与头顶上方，后背腿脚尖与腰同高，整体动作连贯，大气磅礴。在双剑第三段里也有进攻和防守的动作，比方说我们第一个动作扣腿横劈剑啊，那么这个动作呢主要是进攻对方的太阳穴和颈部啊。具体做法是啊，是这样子的啊。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防守的动作啊，在第三段里我有一个回身的这个下截剑啊，那么这个下截剑的动作主要是防御对方啊袭击你的下肢啊，我做一个防御。具体的做法是这样子的，好的。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动作大家要是回想一下，有一个
架剑的动作。那么这个动作呢，主要是防御对方袭击你的头顶部，哎，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。好，看一下具体的防御方法是这样子的。好的，那么第三段的这个防守和进攻动作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双剑第三段的内容今天介绍完毕，我们下次再见。